这里有满天星河的浪漫，也有大漠。感受到重力啊！感受到重力，一出黑藏就能感受到。北京第三次落点预报已发出，雄鹰在舱里面都是有感觉的。半退点火。北京，返回舱着陆。高捷吊舱，北京雄鹰报告。高捷吊舱恐获返回。蒙氏明白。看得着什么状态？幺洞洞五洞六分五两秒。现在是主要看看哪个位置，不太适合重。东风，雄鹰报告。我们终于回家了，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，五个月的任务，我们已经顺利完成了，所有的操作啊，包括指令的发送，没有出任何差错，做到了零失误、零差错，把广大科研人员的心血、汗水、智慧、梦想，都变成了现实。最后呢，我代表我们神舟十六号飞行乘组，向祖国致敬，向全国各族人民致敬。此时此刻，我最想感谢的就是我们伟大的新时代。正是新时代为我们梦想成真啊提供了机遇和舞台。我们乘组一心，天地一心，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，也充分见证了我们中国空间站国家太空实验室的亮丽风采。后续啊，我一定会坚守初心，再接再厉，争取啊早日重返天宫。此时此刻啊，圆满完成任务的感觉真幸福，能够把科研工作搬到太空，源于党和人民的培养，源于全体航天人的接续奋斗。无论身处太空还是回到地面，我都会心怀宇宙，知行合一，以实际行动践行作为一名航天员、一名教师的初心使命。期待再次到中国空间站出差，探索更多的科学奥秘。已经是四上太空，四次返回。对于重力在这里挫折是有记忆感的，但是呢，这个毕竟是重新面对，所以每一次呢，依然用两年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再上太空的这个梦想。实际上，这个从对人的影响呢，从着陆现场发回的报道。一间医保工作报告完毕。到